起。辣椒辣椒，然后这里都是。七个人吃这一个。夜晚的重庆真的很热闹，你们有看出来我们是要去哪里吗？那边比较有意思，那边比较有意思。夜晚的风景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，搭配着空气中飘散着的火锅香味。哎，你好吃啊，你好吃啊。但是闻到这个空气中的火锅香味，然后突然又觉得自己变饿了。好香啊，天啊，你们闻到这个香味吗？介绍一下到了哪里，看见他就呜。对，介绍到哪里啊，去哪里，去哪里啊。再往上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洪崖啊，没事，你继续。在哪里？对的，洪崖洞。哦，洪崖洞。对的，洪崖洞。因为那边好像有雪。因为那边好像有雪。哪里？哪里？哪里啊？我不是在干什么。就当告别青年，就当回忆装点晚安。生命书签，明天期待被翻开在那一页。已经十点了，但是看天上还是很亮的样子，看一下是不是有可能莲花街。莲花街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晚上11点，然后我们在吃今天的第三餐，也就是，哎，我们刚刚是7点钟吃了晚餐，然后现在11点在吃夜宵，对，晚餐，然后可能到2-3点钟，如果没睡着的话，可能还会再吃点夜宵，对。然后今天是来重庆，是我觉得我这几年数了过来的一日三餐，在一天的时间内，然后吃三餐吧。带着对你们还有对火锅的不舍，就要离开重庆了。让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拌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干。